哎，我哋知道，你要睇好，记得啊，我系叫苦难的益处，然后跟我叫苦难的益处啊，哎，你知唔知？哦，今日要跟大家分享苦难咯，唔是分享这个啦，OK，苦难的益处系点样？无，有没有苦难有没有益处？有没有？有啦啊，嗯。 哦，特别是安吉哦，安吉安跟华小人是成绩考，啊，咱不是会考哦，啊，无给分数哦。这考呢是益处的哈，但是咱想想就是爱益处买考难是不是？哎呀，考，哎呦妈呀，买考，哎，足好，爱益处哦。啊，咱就是惊听，哦，但是咱上帝哦，伊是以前的款，当然咱上帝是好的上帝。 哦，这一个，这一个，政府的人要见到上帝来吃苦，上帝假使伊审判伊吼，啊，上帝唔是遐尼上帝，上帝常常是吃苦的，常常上帝是看顾咱人，但是有时，但是伊看到咱人，但是冷淡了，但是无个再追求了，哇，苦难会来啊，啊，这个是上帝的心嘛，上帝无希望伊惊，我无你苦难，上帝永远跟咱面，等咱人是见到伊面时。 祈祷伊讲，咱是哇，伊要清淡咱个目睭，清淡咱个目屎，咱上帝就成功。哦，所以啊，以前话咱，我同你世界讲声，同你平静生活内面，哎呀，咱唔通忘记咱个上帝吼，啊唔通忘记咱个上帝，啊上啊无上帝，将苦难领到咱啦，啊，所以等咱个生命拄着苦难，咱就拢唔通惊，因为上帝要你通个益处，上帝要使到予你回转。 哦，祈祷伊面头前哦，啊，咱咪话圣经，就是分咧代志。耶利米书48:9-12，这边就是讲到一个国家吼，叫做摩押吼，摩押是住伫以色列的边境迄边吼。伊讲到摩押自细汉以来，一过生活是平静的生活，佮上个酒哦，酒参加咧。 炸，咱嘛炸就是说，那个讲法是，以色列人酿的酒是葡萄酒，啊，酿的酒，那是无前提，意思是讲有一个葡萄啊，啊，葡萄会炸过来面哦。上帝讲到咩？上帝要将伊人吼打败吼，要将这个气味哦，倒入另外一个气味哦，让上帝讲，也唔捌互人掠过。 哦，因为原味啊，嗰有地，因为空气从来唔捌改变，所以耶和华讲呢，日子要到了，哦，要将迄个，我要叫迄个多主人去堕啊，堕啲摩押出来，哦，海海因受着攻击，海因受着击打，去拍破一啲船，啊，这边讲到摩押是咩？摩押一过一到自细汉，过咗一个平静生活，唔捌受过苦难。 甚至到一个坎站吼，因另外做一个团来拜拜神，啊拜拜神啊，无拜上帝啦，免去啦，因为因归头变改，做上帝个命令，上帝发出一个语言，讲我要叫人去攻击摩押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，哦，因为因安怎呢？因为因在呢这个平静点子吼，不多了，安逸使人堕落。 这困难是益处的，但是怎嘛？困难吼，是要叫咱人都对到上帝。所以上帝，咱看伊是上帝要来击打这个摩押，但是上帝的心吼，其实是要来拍伊人。上帝看到要离开，离开伊咧，哦，离开伊，伊经过你，经过伊，过你平静，只能平静的生活，哦，唔是。 咱咱在讲上帝，咱平静，咱平安哦。但是真实时阵，人也是鬼头，鬼头哇！这个魔啊，就是鬼头了，哇！哎，那你看呢？无问题，甚至到一个坎站，别去上帝。啊，我多了哈，啊，你边啊讲唔通不多哈。OK， 那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啊，以色列人，因古邦是咱做这葡萄酒呢，因个是去买葡萄。 啊，买葡萄嘛，买葡萄了，下过咧这个大坑下面，然后咧卡死前边咧，惊起人冷，啊，冷边葡萄汁出来，不可能卡黏嘛。
誒幾唔係飲酒念啦嚇，有五字念啦，你話立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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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咧，一隻就出嚟，隻出嚟咧，呢個將面呢隻咧多了另外一隻啊，多了另一隻係大點聲啊，可以咧可以咧所謂炸啊，去點落嚟點落嚟，咧入面呢嘴入面呢隻出嚟咧多啲另外一隻啊，係大點聲個仔知道。你揸嗰啲白嗰度嗰電腦機咧，呢個手又係直嘅，上電嗰時咧冇停嘅，你揾我嚟答辯嗬，嚟做啲你解辯人聲嘅，所以當地人都要看人哋點先嗬，嗰時喺你耳前上電俾答辯人聲嘅，所以啲嗱嗱有線用掉，嗱個線粗咧，哦嗱個線粗咧唔是嗰個平衡啊，線粗掉平衡，線粗是平衡，但是嗱上電你強調嘅是嗱個聲嘅。哦，咱个生命不常常成个一个渣啦，啊，故咱信的主不是无运转的，为了圣洁的生活，咱信主那个是运无一个运转的教主，所以看了领教，咱个感情，咱个在讲哎呀，主啊，我不应该吼，阴调调这里，阴调调个哩，哦，我变来帮助吼，来追求主，专心来分队主吼，哦，所以这个人还是别专心吼，虽然吼，伊个哩病情，但是其实吼。已不多了，已經不多了。啊，所以唔通講起人個病情啊。哦，是主嘅祝福。那是一個人病情，那佢冇嗰啲學曬主，冇嗰啲面對主，佢成日都冇眼啊。哎呀，慢慢地變起啦，大世界哦。所以你知唔知？耶穌講咧，出國就要變。佢講你諗咩？勁車哦，你諗咩勁車？因為驚咯，因為鬼同貪愛這啲招，及這啲世界的大事，然後或者世界的大事拔掉咧，先呢日子未來啊，我想緊一啲網絡啦，網絡就想緊新盤，你突然間點搞到啦？所以阿叔對唔住我講，你都諗啲勁招喎，唔貪或者世界的大事嚟拔掉啲先，因為呢我未來啊，咩嚟新盤咧？喺你自知未求嘅，所以人先話到啦，嗰啲病態人點知啊？嗰啲病情點知啊？哇！嗱，諗啲古啊，勁車哦，嗱唔是幫幫天生哦，嗱對啲熟領內面幾多成話，黑經成話，學曬做成話，咩錢啊？錢啊，奢侈哦，咩錢啊？勁車哦，俾阿叔俾埋啊！所以人先話，嗱個成話，只一隻時準哦。我我就加加加加信仰嘛，我想讲这个气力本嘛 ，OK， 那这个奇异鸟气力本，你是讲你牛津人，啊牛津人，啊你今日所在吼，听讲是古巴伊甸伊甸园的所在来吼，等上帝修得对了，哦，老是部分有人咁讲啦，啊这是一个传说哈，啊我哋这个牛津人就是讲特别的物件，我是因为特别的是咩？我是一个，我是一个饲鸟的人。好，你使放心将啲鸟带去山面顶面，可以自己行，你免管人。一定要食饱咧，就滚啦。因为喺啲所在吼，无晒啊，无流汗 ，OK， 无喺啲强嘅潜潮啲系啊，咩嘢？周边嘅潜潮喎，哦，尽量 relax， 啊，食了滚滚了食，食了滚滚了食啊。啊，其中一个就是这个 QV 杯，啊，这个 QV 杯咧是湿的吼。一首诗哩，但是伊袂晓背 ，OK， 啊，伊名咧，伊日子伊使过三十岁，但是伊就是伊日子困二十点钟，日子啊，哇，双人家嘛，天命份，日子困二十点钟，然后伊要食物件咧，伊袂晓背，啊，伊袂晓背，伊要爬树杈，爬，行去。要死，但是唔背呢，要行要白 ，OK， 啊，所以即个吼，基本吼，要死吼，要死嘅吼，但是要背，你无只只用上帝可以，我相信上帝唔是可以是你背背先啊，我上帝可以先，点解上帝系要背，系要背，咁只，咱人生命上面生两成关吼，那是无经修，咱人会混乱。哦，无像正去挖出一个属灵的生命，哦，咱应该背吼，咱应该基督徒生命是属灵的嘛，而且在老鹰同你提醒，
杯喎，你的性無杯，你的性康啊！所以聽你講話，嗱人唔通看起身啊自己，哦，唔通放起身啊自己，我相信嗱借借來祈禱，借借來回的性，借借回靈力，哦，唔通想著想嗰啲謙卑嘛，啊，這樣出名啊，唔係，你使咩字啊？哇，OK， 嗯，講笑嘛。即係話啲聖經有三講啦，對面個講，佢諗啲時事競爭，常常嚟祈求，好叫諗嚟逃避一切必來嘅代志，好好叫佢諗一徛到啲意面前喎。即係聖經有三個人講，諗諗啲競爭，常常俾嚟祈求，哦，好諗諗想騙你落來日子必發生嘅代志喎，誒，弟兄們。末日哦，真多人驚是，哎呀，地震啦、啊、tsunami 啦、啊、起暴風啦，真多哦。末日哦，第一大災禍是人離開上帝，第一大災禍是人無嗰啲侍奉上帝，人愛世界，哦，所以聖經講話息息息數。OK， 你那是無這啲息息息字，因其咧，你未使做聖經，啊，你未使過這啲事啊。啊 ，Andy Christ， 或者識識識是分耶穌基督嘅，啊，所以真多人為咗啲成果，嗰啲時準，真多人為咗啲成果，哇，佢做咗一啲，啊，做接咗一啲 Andy Christ 離開咗上帝，所以唔係真哦，第一個就係人離開咗上帝，唔是 tsunami， 哦，唔是災難，嗰上帝人講嗰啲上上祈求。为你家祈求，为你阿祈求，为你出来人祈求，好叫人想撇这个一切必来的代志，好叫人一挂耶稣的面头前站会住。哦，所以咱信主，但是有一日挂主的面头前站袂住，哎呀，咱人百姓啊，哦，所以咱信主，咱要常常的敬虔。哦，好就叫咱有一日去到主的面头前，这样子可能站会住。主啊，我无怕生的恩典。我无拍算唔得，我滚来嚟嚟跪，我圣洁嘅圣话，滚来嚟跪，我嚟属灵圣话。嗰啲圣经又想对遇到讲，你谂咩？敬虔嚟祈祷，免得你谂跌落去这个祈求里面。因为你谂嘅心灵啊，虽然愿意，但是你嘅肉体却软弱哦。这个是人第一大问题，咱嘅心灵哦，常常要甲咱心骨拍折。所以用耶穌講：我你做咩勁車？祈禱，地區貧困喎。嗰啲韓國喎，嗰啲韓國這裡教會喎，因為教會八十萬人喎，啊，必須要教會做到八十萬人喎，我上嚟上去，一上無路，本來嘅牧師喎，盡一骨力推動祈禱，推動祈禱。我一過嚟，我又對我做埋個電視機，唔問咩情況，有點聲嚟教會祈禱。一係做到大大錢喎，你使去交完幾多？但係你諗交完會唔會所在？我一甚至要幾多錢？所以後面諗幾多錢？哦，萬多做官員，萬多做聽兵，萬多做做咩？會點出嚟幾多？幾多錢？幾多勁錢？所以交完學期嗰時嚇，嗰陣時你交完還是困難？幾多哇？交完嚟多學期，嚟啊！想想喎，心裏面願意嚇，但係百幾蚊啫嚇。我代啲善客而拍斜金先啊，例如佢 call 啲拍斜金先，我話炸起辣椒，咩叫你幾多咧？哦，依木梳哦，嗱，嗰金就嚟啊！唔是講擺啲鼓出嚟啊，是講擺啲所在啊，時間表出門啊，期交啲期交喂，期交我係門，期交我係機卡門，依係幾多？我係木梳邊揾個炸車啊？我但係自己個頭都亂亂嘅你睇，吹機部片就冇攞出嚟。啊！俾阿伯面子，哎呀，耶稣，我来啦！我俾敬拜你，我俾祈祷，所以你困啊，你困，你个无请我。啊！你祈祷后尾随住你跨年天台，啊！你咩讲咧？扎扎基基祈祷都好，哦，可以关事。啊，等前一次两个是无关事，扎扎基基来嘛，哦，所以起来当时，哇，耶稣我来啦！所以咁，你个写片。六八天揾藥，哪個是上上？你假使哪個是唔怕？哇！日日拍，日日拍，日日拍，日日拍。所以等哪個八天揾藥，點先？哪個最熟練物件？
冇曲目，啊個聲出半個咧，啊做平靜嗬。嗰時上我可能發啲冷氣，冇停轉著，啊對熟練大事冇曲目，聲音響就能講啲半段嗬，佢可能叮噹嗬，可能單面啊沉醉單面我知嗬，聽唔到。半段可能單面啊，甚至半段可能搖過啊。哦，所以咱對熟練大事唔貪，哦，咱辛苦就巴掉，但是咱熟練哦唔貪，唔得係要掉，常常咩嚟祈禱，哦，常常咩嚟讀主嘅話，讀主嘅話，把咱熟練寫名話無停痛苦，哦，而我做真正嘅信仰，我做真正嘅信仰，哦，我哋世界哦，我哋國家叫做即是一個美國叫做佛羅里達州，佛羅里達州嘛，啊，這裡所在有一個叫做，嗰啲莊園之後叫做海鷗啊，海鷗嘛 ，OK， 啊，然後這裡所在目前一個湖嘛，海鷗是食湖嘅嘛，海鷗是食湖嘅嘛，但是目前這個時候發生一件大事，就是前一個群嘅這個海鷗死了，哇，邊一唔知人想哇，海鷗咩做曬嘅，哇，海鷗。白白死了，他们说死了。然后这里学者啊，又去研究哦，原来这所在是一个港口哦，是这里让让渔夫哈，让划在那划船去那边掠海，掠海哈，那边夹几海，夹几海。然后没想到这里渔夫们掠海不要，他的湖他的海鲜，佮钓到一半。啊，你那个这个渔夫一个切一半，甚至将伊一点去刺这个海鸥脚，所以这个海鸥只海边，哇，踏踏子，哇，免去猎湖，免去做饭，哇，有海只好唔好？但是有一日吼，天顶的天气啊，天气吼，天时变了，海流本变了，它变无海了，然后这个猎湖的人。唔冇去俾掠海啦，去捕鱼咧。所以这个海鸥啊，四个人，四个人，一直挖河，希望讲哇，这个掠鱼的人可能去饲养只海，饲养只海，关事咧。哦，但是一翻到，哎，那边只只湖嘛，都冇一只海，冇只湖咯，冇湖海嘛好，冇海湖嘛好。啊，但是这个海鸥是半个乜一个冚集哦，湖或者啲啊。我成日咧講起我見喵啊，鬼嚟我煮啦，咬屎啊！一時咬屎又絕對毒屎嚟，咬屎啊！哇！留我細啦，就就大啊！依兩年咬屎咯，成班人做啲咯。所以你看嚇，咱生命唔通學半段出嚟，半段乜是一個裝貪啊？明白？咱成日都貪一個貪，半段就貪去。哇，貪 relax， 貪平安，貪哇，冇一隻殼啊！所以聖經，所以上帝就係諗人，諗人嘅本性，諗人哦，那是我受咗擊打呀，呢個是騎牛掉咯，啊，騎牛掉咧，冇去管人咧，所以諗人冇病嘅，諗錯咧，即是故事就已經墮落咧，是故，哦，本怪本性是人。人佢都有這個本來本性嘅內面，所以咱別無停逼自己，逼自己無停去不力不力不力吼，追求上帝。咁你邊一個咩不力追求上帝吼？佢解咁三好好，嗱不力追求上帝吼。這個哲學家吼，哲學家聖安塞姆講嗱，半段是哇人嘅棒啊，意思講半段吼。嘅荷蘭別忘，本多人別忘。聖經講到何西啊，何西何西啊，聖經講，這個名，這個以色列人哈，加瓦所相處何樣嘅疾病，一個疾病，另外疾病佢有心內邊個人咯，驕傲，未記得哇，啊，未記得上帝，啊何西啊，這個。嗰時佢哋聖殿又送啲經過以色列，以色列嗰時執巴咧，哎呀，心裏邊有個咧，我唔會接嚟，啲心裏邊未見得上帝嗬，未見得上帝。
尊敬弟兄们，苦难何能回转向善哦？所以凡人弟兄们，你唔通惊苦难哦，苦难常常是假事啦，我哋能够 stop 嚟向上帝去投钱。所以凡人话就是真好，哎呀，最好感情好唔好？平安感情好唔好？好，苦难来感情好唔好？唔是好。所以咱激死咪咪，咪咪激死。这上帝啊，何咱人过到，何咱人唔知你生命是无错的。你何咱经历好，何咱经历无好样子。但是无管好还是无，咱人难，咱咪肯接触。甚至咱人难，咪个到回转上帝吼。何咱人上帝唔是你听下啦。啊，大比方，大比方吼，大比方，伊讲咩错啊？咁我阿未思考以前哦，我行唔着路咧。讲经我向未来尽心的话，代表我讲咩？主啊，我辛苦是对我益处的，为着未来学习你的文化咯。啊，代表我讲，代表我是上帝所合上帝心意的一份子来。伊真正就是真正爱主是啊，强逼的人，哇，无阻碍人，但是教到尾吼，圣经讲咩？哇，伊困到一头的落山，看到别人的某站的，去抢人的某，佮提死人，哇，佮你平静几下，无管你落教，无管你落爱主，无管你落天兵吼，哇，这个代志吼，这个气头变来好多，你若是无坚守，死到你。哦，我相信大比方是一个骨力的人，是一个爱主的人，是常常来持本主的人。但是伊就是 pitch down， 困到日头落山 ，pitch down 呢，魔鬼都无法对伊，魔鬼都系无法度。多剑圣经，上帝讲多剑嘛，无离开你全，哇，这是真难办。所以大比方搞到尾老咁样，伊要走路呢，伊惊你推杀你，推杀你，推杀你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。你走，你走。所以你知嘛？得啦，每次到，到你平静，刚才咱不是到警车嘛？警车咱自己唔贪好，咱不多，唔贪好咱不多。这圣经这里叫做浪子的比喻哈，有些浪子嘛，这些浪子身边，不是哇，一出来吃乌龙，一老百姓吃乌龙吃好个，但是这里不好个，有些是风险嘛，唔知起咩风嘛。吹老爸，老爸，老爸，你一半的财产，哦，我赔你一半财产，哎，好，哎，好，但是老爸不好，好，然后这个囡仔和爷呢，这里是大乱，哇，出破了，出国了，啊，去卖所在啦，啊，去向什么类的了？这个讲，伊去国家那个所在发生大饥荒，无名的家，所以破产，破产我这里抗战，要去起都。吃都发到腰咧，哇！发到腰咧，就是看到上面只都只物件哦。哇！一时暂时试我一个壳，试我一个壳，试过是哎呀，我包围，哎呦，有只只更难，甚至那边鸟屎够春啦，我咪是咪试到这边度了去。哦，我都对气嘴咧包好，哦，我去解真罪，哦，但我包我爸爸我无个不配做你个囝了，哇！叫试我做你更难好无？然后这个龙珠吼。就对刚才一老百回回看到伊，哇！就走去揽着这个囡仔，上帝就是安排的啦，上帝就是安排的啦。虽然咱这些事情做唔到，你即个可能点教是为咱人好，就可能我稍微转上帝吼。上帝本人，他面来讲教，上帝讲我们都对天关注吼。让人自己知道自己的罪，然后追究我的名，当然在你极难那边，啊，寻求我的感谢，我要来打下手也好。我人要归向耶和华，伊贴破了人，伊变起来，伊变了人。咱们上帝，就是安尼看吼，当咱人离开无惊的路，感谢，哎呀，伊就变贴破了。当咱人都对伊感谢，伊个上来伊变。好啦，对佢呢边吼，你是客家，约翰本人，你讲到，只要个困难
是何咱人都对起对起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困难叫咱人去收来个上帝面头前。听马丁路德哦，真出名，常常讲到的。伊讲讲那是无刺激，凡事顺利，点啥就是第一风险的刺头。因为大汉的点啥，人若是未记得神上帝，上帝若是无法咱刺激，点啥咱要必受着十倍刺激，搁加要升级。咱受着刺激，点啥咱要升级。但是等咱平静，点啥刺激无来，点啥咱要十倍，别话要十倍升级，十倍升级。请一个好料牧师吼，请一个军歌的传道人啊，复兴之啊，地火神感谢路啊，唔多了。因为无敬请，一个人若无敬请，过去佫娶一个人信主，过去佫做啊路荣耀，哎呀，佫未到位吼，未到位，这是第一拍算的代志吼。从每次到受苦点子啊？代表我每次都受苦，等下讲主啊，我真咧受苦，耶和华求你按着你话来救我话。代表我讲你主啊，神啊，我爱叹一点声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求你保护我的生命，无予仇敌来攻击我。主啊，求你看顾我的苦难。但变不三讲主啊，求你看到我苦难，求我，因为我无面具面去看。但变用一世人不是安尼看，伊一世人日子就是苦难，头好好，吼，但是无够力。从每次走，突然爬起，感觉一直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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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一个所在停下，搁在祈祷主啊，主啊，求你救我。求你救啊！所以咱今日有诗篇通读就是啦。所以大卫王是合上帝心意的人，一面对苦难的感谢，伊俄罗上帝，伊写了三诗篇来俄罗上帝。但是大卫王真正一个王，扫罗王的话，伊本是不配做王的人，但是伊不多不要影响俄罗上帝歌，好嘛？伊离开上帝，但是咧大卫王。虽然面对苦难，虽然伊要受着报应，但是吼，伊在滴苦难内面，伊完全来祈祷个上帝，祈求个上帝，无离开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应当上加上加真大笔红啊！在滴苦难，咱要常常来祈祷个伊，哦，上帝个应允讲咪，上帝讲，上帝有回应吼，上帝有加，但大比方讲话吼，伊唔是干呐，大比方在你祈祷，上帝讲你，在你患难的点声，你求告我，我下边来，要来搭救你，你下边来应允我。啊，上帝终于来讲话了。之前大比方我，常常感受到上帝好像想啊离开这里，弟弟要跑的，哇，弟弟要走了，终于上帝来讲话了。上帝讲，我要来救你，甚至你要来应邀我。啊，你边人讲，上帝要来救你，你要应邀主啊。所以，你只话等咱人生命，和上帝来破除点啥，咱人佫成为一个神造的人。上帝激拍咱生命，和咱有病痛，还是和咱有问题，伊是袂死，伊是俾你成神造的人啊。所以，若是做保安的，哇，靠上帝来破碎；做囝的，靠上帝来破碎；做翁的，靠上帝来破碎。哇，这家庭，我相信吼，就会彼此来体谅，彼此来相爱。因为也是一份神，一份上帝的吼。愿呐，你是一个爱主的人，哈哈，啊，愿你是一个爱主的人。但是上帝讲，我提这尼尼微，尼尼微城，去给我传福音。哇，你越南人走了，圣经讲你坐船走，坐船走。上帝叫伊去东，伊坐船走西，在西方吼，
然后上帝起哄了，哇！当这个囡仔，当这船在点声，哇！上帝起海面，下一船，当这船面顶其他的人就请伊，哇！你莫咱叫大兵，到底咩事？哇！囡仔，佮当这船在底面困，船内面面困，伊佮无够家己唔对吼，上帝叫伊起一边，甚至走到嗰边困，起海面无差。啊！这船顶人就惊紧张，哇！你转，你看到，转，你看到，你看。到最后要找到，原来冤呐，得罪了上帝。啊！他的人，他的船顶人就问冤呐，从今要翻，我让你安怎翻做？哦，冤呐，佮天机哦。你讲，你那将我沉落海，底海都停，咁么死？你咁么死？快点做出一个。啊！你将其他小弟哦，因为咧，你以为是人怕以色列人？哦，你以为是一个恐怖的所在咧，恐怖，哦，恐怖哦，因此作证，但是上帝爱人，上帝叫约拿去，去传福音俾人听哦。哇，这约拿唔听，卖，甚至要死落去海人。啊，等那个船面顶人无办法啦，将佮将约拿沉落去海，海个停啊，上帝派只鱼多只鱼哦，伊鱼就多只，我唔知，但是我知。成年嘅大虎啊！哦，将越南吞落去麦岛去，越南大鱼船大啲，即个虎喺麦岛内边三至三名，啊！嗰边恶暗暗，吼恶暗吼，惊惊受苦，所以大虎喺麦岛内边要悔改认罪，俄罗斯上帝佢就派只虎去到啲海岸同海边将佢推出来，啊！你嗱越南哦，咁话咧？啊！去传福音，啊！宣告上帝旨意，哎，叫你以为成人个悔改，嗰些人们，不等一个人拄着考验哦，我上帝加持你哦，我上帝嘅破除了，哇！这个人哦，嗰些先做嘅人，嗰时候你敬畏主，嗰时候你做罪人哦，所以困难是何了人益处，困难是何了人，嗰时候你到主里边攞钱。困难是为了什么？那时候困难是为了益处。可能你想讲个困难，哎呀，受苦归由上帝，会何不能即何？哦，可能何？会为不能快乐？其实哦，困难是为了建筑神道的所在。神道呢个乐园，你知吗？神住在哪里？天堂。如果上帝住在天堂，那他离我很远。对，不错诶，上帝有咩嗰啲天堂里啊？但是那是上帝嗰啲天堂里，哇，你只能回咯。上帝你嗰啲度，谂内面，谂谂事故啊，谂个生命不是上帝徛度啊所在咧。上帝做咱人人只特别哦，是系可能人是嗰啲。甚至吼，上帝做咱人吼，是只 special， 是只甚至到你灵界的灵吼，只是个大呀，所以魔鬼吼，只是个附到你人身。魔鬼就是背叛了上帝，上帝该击打，我出去。你哪里回去呢？魔鬼回去呢？圣经讲的嗰啲罪孽来去，贪边叫暗晓，贪边叫暗晓，啊。伊要读对起，他哩人是有难度，所以咱个人啊，是啊特别哦。上帝要带咱个来去，人是真好大个所在，哈、哦。上帝今日人来面是真好大个所在，哦。所以咱兄弟姊妹，咱要报效咱神的神父，魔鬼是要来毁坏咱神父，害咱病痛，害咱问题，害咱人去消灭，毁害咱帮杀咱生命的主宰。我们面对种种问题，帮助这个圣殿。对，弟兄们，那么面对困难哦，是为了何上？是为了上帝要来建造咱生命，还是为了上帝要来建造咱生命？那么看，这边讲到后面，我们做的帮哦，帮是靠着耶稣来联合的，然后咱会慢慢的变成主的圣殿。因为是不是讲，那么？是靠了主来被做成为神这条灵所徛住的所在。哇！
那浪子的心如往事，像心灵被牵挂的所在，甚至是被逼走嘛，和上帝来跟走浪子的。上帝，那浪世界的人是用巴度、用铁、用金、用银来做出，上帝是用苦难、苦难来破除浪子的。好，让人伫伫遮伫心里衰命，好让人伫画出个形象，好让人伫应邀伊名。上帝要告咱来面，毋是要甲咱讲你祈祷，伊要甲咱担财。所以你一个人吼，你去啊个，去啊个，去个做工，去个对处，哇，你出来灵啦，应该是你是圣殿。哦，你是哎呀，遮济，哎，我背，哎呀。哎呦我哎呦我无空，哎呦我饿啊！但是伊无想，咱是不是上帝和咱个圣殿来？上帝看重咱辛苦，咱拢卖先看轻咱个辛苦吼。所以侬唔通因为哎呀无我真水，你去心吼。啊侬唔通因为哎呦我老了焦了，哎呀无看，侬唔通看侬家己。哎侬哪个白天啊？又白天啊？哎呦无用，哎呦我这辛苦无用嘞，唔通想。咱人辛苦吼，是神必报的所在来。到我这里人吼，伊叫宋明熙哈。宋明熙，伊讲你细汉的点子啊，出事点子裸棍呢，佮用一个硬啊，无洗一支硬里头，伤着伊呾，全洗一支去，伊食了一个未惊哦啦。哇！你真激心，你想想每一个问题，还没说是我，还没说这个问题会领导我，还没说我要去面对这个问题。我来到这世界是为了健康，我来过来做咩？甚至一巴吼，你是因着病痛吼离开世界。哇！你更加紧自己，你是咒诅自己吼。哇！我真无意思啦，天要笑我啦，报应啊！哇！你的哀怨啊，哀怨啊！甚至到你十七岁的今次吼，要自杀，但是好彩吼，有人来传福音，传去教会吼，一认捌了主，哇！一认捌了主了，你可是上未通啦！哎呦呀，死是好的嘛，跟咱好啊，这个问题嘞，你可是上未死，可是上未死，啊！但是呢，你讲了错啊，既然我未死。我是在你死前，我要找你上帝。啊！我在你死前，我要找你上帝，无我死在里面。哦，无得。我见阿主一面，我每喊出来，你喊我开始。我一直用五根针祈祷，八九祈祷，哇！我唔要上帝，你找你上帝了。上帝该讲一句话：，你挂掉这个世界，你目的是要何我大你来面。我好像来到这世界，就是因为我灵被牵到你身上来。我不会记，哇！你目屎流，哇！大的感动，我都上帝，哇！你写了一条歌叫《Me》，我，伊讲咩？我虽然无全备的知识，我虽然无健康的身躯啊，但是。我看到人所唔捌看过，我听到人所听未到的声，我领受人从来不领受的平安。我知影人唔知物件，上帝是公平啊！应邀归王，上帝是公平啊！哇，这里未，这里瘫痪的人哦，未听好人，白听人。既然写了这诗歌，落来佫写真济歌，哇！逐个人也会过来唱，也来做牌子哦。哇！这人真难，原来咱歌调有一个目的，不是上帝的灵一直在咱的内面哦。所以弟兄们，今日咱拄到咩困难，咱唔通放手，困难是对咱有益处的，无管多大。无管你解决你未解决，咱人知影上帝的灵在咱内面，咱人要得胜，阿妹，咱咪别惊伊啦。